今天浪哥和那个大清水啊过来看我苏先生，还带了好多东西啊，一过来就买了好多东西，看一下他们都买了什么东西。哦，这个是他们买的那个菜啊，这么多菜，豆腐、白菜，啊，这么多包子、馒头啊，这么多馒头啊，嗯，还有鸡蛋。除了那个吃的，然后这个金锤啊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啊，哎，哇，买的这个东西好好，这个是床吧？是吧？充气的，充气的，把它充满，看一下怎么充的。现在，哦，啊，现在帐篷，如果这个帐篷薄的话，你再给这个帐篷，这个必须要大。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这是帐篷吗？帐篷。买个新的，哦，买个新的帐篷，还买个七千多。你那个床花了多少钱？这床200块钱，一百八的。哇，挺贵啊！帐篷呢？帐篷？帐篷70块钱，6-7块。那个菜呢？买那么多菜，那个花多少钱？啊，那你今天花了300-400呀？啊，每次来都是花了很多钱的。啊，上次来就是买衣服啊。哦。几乎我们这所有人里都买了衣服了。这个金水真的是太大方了，是吧，孙先生？这个金水太大方了，是吧？对对，每次来花这么多钱，哎呀。对啊。这个帐篷今天送给你的。谢谢谢谢。这个就是孙先生的家具了，这个是他做饭的锅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哇，这是他的菜吗，孙先生？这是你的中饭吗？什么剩饭啊？你的中午是煮凉面吃的。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放了一些香菜什么的。乌漆麻黑的呢。嗯。孙先生，那个不要了。把这个菜做好就行了。好。是吧？你那个菜做的乌漆麻黑的。好。孙先生。这是你的煮饭的锅啊。对对对。哇，没米了。没饭了。剩一点稀饭。这是稀饭。剩了一点希望。哎，反正孙先生的日子呢是过得非常的艰难呀。最主要呢就是孙先生的眼睛看不清楚了，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。